三位郭怡婷。好，这位非常亮丽的郭怡婷，她是在花莲打工哦。各位，她叫郭怡婷，她竟然是一个 survival， 哎，英文是英文是不是 survival？ survival 好像开个会啊。我问你两个英文白痴，我们哪还有？救生员英文是不是叫 survival？ 不是，但是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。叫 lifeguard。啊 ？Lifeguard。你这样不是给我难看吗？当然要给你难看啦。对呀、啊。叫做 lifeguard。你在哪里救？花莲。啊？花莲。非常有名的秀姑鸾溪。哇，还没见过他本尊呢。花莲啊。秀姑鸾溪的本尊。对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去那里工作呢？因为去年是游客，然后去泛舟啊。然后就因为我们本身是体育系的学生哦，好健康哦，然后就对这种有兴趣。嗯哼，哎，但他这个肤色是真的厉害。对啊，这肤色骗不了人。你有哈拉吗？你真的有把人救起来过吗？有，各位。可是怎么样？怎么着？各位什么？各位什么？你先说。有两个肩膀硬的抢词啦。七月份鬼月有没有遇过什么灵异事件？黑客搭讪。很台说小姐电话号码几号那样子，小姐就很台电话号码几号，就像这样，小姐这是我的名字，不要唱不要唱，不要唱，又又啊耶耶，哎呀，你们是要阻止他吗？耶，今天晚上我坐在灯下走路间，看到很多辣妹走在我的身边，但却没看我一眼，小姐这是我的名片，小姐阿爸你看看我的歌，你看这有点心出的歌声，不管我开地不管我好地，我是找工作的夜，太客太客太客松太客松松错，你今天晚上要去打麻将，你要去哪里？过来过来过来，刚已经露出来了，已经露出来了，你今晚要去哪？那是什么？你管我？那草莓还是番茄？人家那个人，哎，那个来穿红色不会比较好？红色裤子关你屁事啊！我想看他今天晚上要去打麻将。好，你啊，让你来救我，你现在来救我，救命啊，救命！这样应该有吧？对，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吧？有些起来就很慌张。你被骗了，真的吗？各位，就拉起来动作还蛮丑的。这个应该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你看他有手卡。这是你要给他的名片。神经病了，神经病了。哎，你可以不要这样，疑心病这么重。对呀，你很神经。男人就是不要疑心病。哎，来敲门。我来问一个比较专业一点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你就这样，你救人的时候啊，你是怎么救的？你说人家落水上吗？对啊，你在什么地？你在哪里救的？在船上啊。船啊，怎么拉他起来？就先把他往下压，给他拉起来。把他往下压，下救生衣，救生衣有浮力啊。你在救人的时候，你会边唱歌吗？当然不会、啊，会就救救救救救救救，最近的救生员努力。no 乱问，我还没问完呢，不要再问。秀姑鸾溪哪一段最惊险？连二，在下半下半游的第二个，连二下半游是第二个。哦，哎，专业，这个不错哦。你有拉过水流丝吗？水流丝是什么？就是有人挂钱在那个溪上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到那个，你要救他起来，他会保佑你，真的啦，有有哦。有没有一定有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很黑色幽默哎，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。你问这个叫问题吗？有没有人假装是水流师？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无聊吗？然后救起来以后，嘿嘿，我的，白痴，真幼稚哎。三号郭怡婷的工作竟然是在秀姑鸾溪当救生员，观众朋友们，你相信吗？